666送报纸啦。这是奶丝发起的一个关爱流浪猫行动啊，不是我们家漏水的那个奶丝，是666经常吃的那个奶丝。克鲁克亚过来，来了来了来了啊，有你的快递，等转一集，我的快递，猜猜猜，那就是这个口碑超好的奶丝牌猫粮。虽然奶丝和我家狗一个名字，但他们真心只做猫粮，一门心思研究怎么让小猫咪吃得更奶丝，所以他们猫粮的营养标准非常的高，不仅有很高的蛋白含量，还包含了50多种关键的营养。你看这个包装，每种微量元素的含量都标出来了，每一口吃了多少营养清清楚楚，这就让人喂得很放心。今天奶丝还搞了一个大活动，买奶丝的猫粮送奶丝的试吃，还送奶丝的罐头，想吃奶丝的家人们一定要来试一试。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奶丝以为他要被吃掉啊，拜拜。